下午好，欢迎收看八度空间午间新闻。您好，我是林思婷。由于本台今天面对一些技术问题，所以必须缩短今天的新闻时段，在这里先向您说一声抱歉。那新闻开始呢，我们先来看一则国内新闻。学运分子黄建革三年前呢，在毕业典礼上举牌抗议时任校长发表种族主义言论，惹上了官司。法庭裁定黄建革表罪成立，必须出庭自辩。2019年，黄建革在毕业典礼上举牌抗议之后，被校方斥责无理，还面对公权力介入调查，最终在刑事法典第504蓄意侮辱及破坏公共安宁罪名下被控，一旦罪成，可被判最高监禁2年，或罚款，或两者兼施。吉隆坡推事庭呢，今早裁定，控方提出证据足以证明被告表罪成立，而被告也选择在证人栏上宣誓自辩。推事则定下个月17号进行案件管理，7月4号到7号进行自辩环节。好的，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时段，稍后回来我们再见。全新 Clearman 3-in-1 给你3倍强效威力，从头到脚彻底洁净，滋养头发，去除头屑，